Hello， 大家晚安，我是 Master Steve。那这次进行的是第十四次的 BioShock 生化奇兵游戏录制。那现在时间是3月16号礼拜天的下午的4点42分。左先今天只有上半天的班，所以可以来录制一下游戏啦。那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进行这款游戏录制吧。因为这款游戏其实比较少有观众在收看这款作品。但还是因为还是有人在收看，所以我还是继续把它录制，看能不能把它录完啊。对啊，所以通常佐生是不太录这款游戏，其实这款游戏我玩一玩有点深啊，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射击的游戏啊。那它剧情的方面其实我都看不太懂。那我们家来比啥？那比八点档的还要扯。好了，我在哪里？刚刚是不是有点顿？好吧，我们需要让电脑读取一下。OK，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哦。滑鼠右键可以换武器类别，然后我们有很多武器。然后我们看一下地图。好吧，现在我们干嘛？科恩为了能完成他的杰作，要求你找到冰山。啊，我们上次好像是拍一个照片，然后剩下最后一个吧。然后杀死赫克托·罗德里斯。格斯的名字都好长哦。罗格里格斯是一个韩百货里面的夏娃花园的常客，他曾经也喜欢极品，可是没那么好的极品酒，所以我们要去新克莱尔的酒吧，应该是要去这边吧。然后这边的百货其实蛮大的哦，上次去的时候看到他那个百货真的蛮大间的哦，没有绕半天。好吧，我们先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百货之类的。我们先赶快录一录，我们等一下还有时间允许的话，我想录一下。有人，时间允许的话，我想录一下。有人，下了一杯。时间允许的话，我想再录一下那款我们的那款叫什么来的？我想不起来，太多游戏了。那款叫什么来的？那个《喋血街头三》呢？好吧。波塞顿，不要理他。波塞顿百货，海神百货。波塞顿，好吧，这边再走一个。你好像听到大老弟的声音。好吧，这边会，因为大老弟在我身边，但是把他干掉。为了小阿妹，小妹好像还剩一只。干嘛？屌我妈逼！不要打我，去打大老弟！滚！你搅黄金干嘛？爬那么高干嘛？你有不把我打爆你是不是？啊，老弟在吵什么了？叫一下！想死了！我打你个痛快！打硬币嘞，这张 RPG， 我们用 RPG 打，只是只有一打，算了，像榴弹枪，谁？吵死，下了，好吧，我们来，因为我有什么能力啊？这是老爹控制器，我给老爹看一下，好重，好吧，老爹，去死吧。被撞到了，去哪里？去哪老爹？阴阳猛击者，拯救他！闹屁呀！然后这个老阿妹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一款游戏的剧情，我基本上都是画龙抹茶。Thank you, Mr. 谁呀？呀，你好帅！哎，老爹的尸体嘞？被我炸到了，老爹的尸体不见了，老爹的，哎，钱呢？钱，看老爹不在了。好吧，我看地图哦，我们要去，不如我到这边来好了。前面直走，左转，然后都会有个灯照着你啊，真的很烦，也不知道照什么东西，然后这也不知道干嘛。噔。我记得前面那边有两个 RPG 哦，我小心。
有两个那个火箭炮，我们可以用冰冻能力把它冰起来。嘿，敲嘞！RPG 是吧？阿里妹 RPG 搜索没？然后这边有都一个，哎呦，怎么了？这边都会加一堆店家，你在造什么东西啦？有谁？在哪里？最近的敌人都是喜欢从天花板上来的，烦。好吧，我看地图，所以这边到底是？这边是哪里啊？开门。看地图，所以我应该都到那个什么酒吧之类的。吓谁？有人吗 ？Hello， 安卓 H 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分。哎，这把东西是什么？酒，老水手啤酒啊、哦，啤酒喝啤酒也会醉。好吧，我们到了酒吧，然后我们这边搜索一下，找那个王八蛋。哦，没醉，没醉，没醉，酒里不明同情况。啊，差点。特摄筒搜索酒丁，下面有什么？哎呦。这是怎么样？夏娃花园没有东西吗？应该没有吧。算了，我们直接下去好了。哎呦，这快了，烂沙发。可惜不是安德鲁雷恩的产品。来吧，小老虎。谁？你是谁？最后一个竟然是女的。好吧，起码我们可以拍一张女的照片，不然前面都是拍男的。所以叫我们拍照片的应该是同性恋吧？叫我们拍一点男生的照片，你就不能拍一点正常的照片吗 ？Hello， 喂，叫那么大声干嘛？跟人家说我在这边，我在这里，快抓我，我在家。Hello， 什么都没有，是什么？海神黄皮 ，Poseidon Pilsner。Pilsner， 呵，哎，你好，贩卖机，就是这个，噔噔噔噔。Let me tell you this. I win a bet on you. I'm gonna win. Lose it. 莫名其妙浪费钱，哎呦，噔噔噔噔噔，好那么多酒、哦，一堆酒，哎，钱，怎么一毛钱都没有？怎么那么多酒啊？钱，气抠鸟，哦，人家省。Hello， 有没有人？嗯，这里是外面。好吧，我们赶快去拍照片。来来来来来，这是什么？金盘？什么的？皮？这是制造东西？嗜血？幸福骇客？好吧，都没什么可以用的。所以我们要进去里面了。看起来很恐怖哎，我们要上舞台了。钱。舞台上有钱，这是五米的钱吗？嗯，没了。哦，大家拍模具哦，看起来很恐怖哎。哦，模具时代，然后又没了。模具时代，我早就忘记了这可怜的小杰，导致我。I'm sorry, Mr. Ryan. 我不知道。I didn't know Fontain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No, 不要强奸他，放开他。No, 谁在里面？干嘛？你们在做什么事情？现在时间是4:51，左上大约录到5:20左右就可以准备收台。这边到底怎么回事？这边是哪个小姐的家 ？Hello， 为什么？什么？谁？有香水可以用吗？都是保险柜。好吧，我们来破解。哇，好像很难呢。我们直接破解器就好了。叮叮叮，什么东西？酒？哦，不是哦。手枪、杀伤子弹就这样子而已哦。妈的，浪费我的破解器。尸体？什么尸体？什么东西？这里有尸体吗？没有啊。什么都没看到。嗯？钱呢？床底下有钱，女人的私房钱。That creepy
一点半乌克兰的泰恩巴姆发誓说我不是什么正在怀孕的，他们不用说我还没人拿走我的卵子而已，我实在太需要钱了，但是我知道雷恩先生会发现此事，所以尸体在哪里，我们要拍这个看起来有尸体又没尸体的东西吗？听起来叮叮叮叮叮叮，什么都没有啊，好，先帮你拍一张，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要来这边的，我们应该是去别的地方吧，是这样子吗？什么都没有啊，你好让我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雪茄咧，这支雪茄，所以这是杰斯敏乔勒尼，看起来是辣妹，不过看不到她的尸体啊，只看到顶假发，好吧，应该是魔族的问题吧。怎么有脚印？鬼脚印！你竟然躲在女厕所！你这王八蛋，给我出来！你知道，也许我应该怎么做？做什么？走过来，出来，出来，出来！妈，杀女人！你王八蛋，这样杀女人，可以的。你给我出来！这怎么进去啊？怎么去啊？所以呢？夏娃花园的常客啊，我知道啊，重点是我来这边啊，重点是他不出来啊，他躲在里面。啊，为什么？摔倒了，叫什么叫？给我出来，出来！给我出来！洗澡间，出来，出来！你闭嘴，你妈的，不出来是吧？我把你揪出来。好像叫不出来。王八蛋，妈，杀你，杀你，杀你！哈哈，怎么了？快就秒掉了。好吧，帮你拍照。哇，这姿势不错呢。看他性感的翘腿。他是个笨蛋，不过他很健全。好吧，完美的照片，搜索。又完成了。那么该闪人了，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鸟地方。烂地方，妈！好吧，我把剩下的还没探索的地方探索之后，就可以准备交任务，然后看一下他要给我干嘛，我就准备收摊。这边是哪里啊？小房间。哦，你好，你都没发现我吗？又过来个演员。哎，你好，你还没看到我吗？你是瞎子吗你？你瞎了，对吧？你瞎了，来，走快走快，我敲爆你，白痴！你怎么死的不知道？这边有探测器哦，没有。好吧，这是什么？日历，好多水胶、哦，那么多水胶，缺水胶。耶、yeah ，好吧，五。输入密码。什么？输入错了密码 ？Fuck you！ 输入错也不会怎样。去。命中的密码多少？这个。金银。这密码多少？谁知道密码多少？好了，破解了。哦，好像很难呢。直接买就好了。耶、yeah ，破解了。这边有个探测器，冰起来！在造屁哦，造什么造？烂东西！好吧，看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怎么一堆水加？你们只有水加跟酒之外，你们还有什么东西？有没有一点有意义的东西？啊，整间都水加！哟，老弟的声音。整店全都水加是怎样？有没有别的东西吗？雪茄还是雪茄？他妈的雪茄！一堆没屁用的雪茄，你买到雪茄干嘛啦？
这边抽烟有没有屁用？什么都没有。妈的，骗我，骗我一百多块。啊！哦，有人呢。干什么？莫名其妙。所以这边这一间干嘛？这边什么都没有啊。费力没的钱，一堆没用的雪橇。哦，奇怪。老爹，老爹在哪里？我要说服老爹，说服大老爹。老爹来，老爹来，我丢！老爹打，对对，真的吗？耶、yeah ！我的老爹，开心，又大又强的老爹，帅！恭喜恭喜！好吧，老爹走。哇，老弟好帅啊！什么声音？我是他那个手的声音，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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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酷的老爹。好了，我们去楼上看看，然后就可以去楼下。去楼下看看下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就可以下不去。要怎么开？楼下还有更多东西，我当然知道。哎，老弟挡到我的路了，走开，走开。楼下还有更多东西，到底是怎么下去？西南来。好吧，我们先回去交任务了。看一下现在，现在时间是4:58。老爹其实那个蛮吵的。那我们先回去交任务了。咋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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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懂我懂。急。Let's go, let's go。老爹让我来。你的肉盾，都是老爹。不知道能不能一次控制两个老爹。那是会很爽。来、啊、看一下，我们直接下去。等等等等，哦，我懂。往这来，然后这个就不知道怎么拿了，这个密码不知道多少，必来中枪了，拿不到，把这个也锁上，不知道怎么拿，不知道怎么拿，算了。哎，老弟，你要等到我，我们先交那个任务，然后再看看怎么样。好吧，最后一个照片，丢，耶、yeah, ，完成了，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你家敲多久的锣啊？来没？叮。你终于出现了，是我干掉他的意思吗？哎，你好，你是走星光大道是不是啊？还不是戴面具？认识我，看起来蛮帅的，好像魔术师哦。欢迎魔术师登场！你好丑啊，丑八怪！小胡子。哦，你要干嘛？现在呢？现在呢？我要打你吗？You find your path to Ryan is now. 对，老爹走开，老爹打到我了。Yes, you may avail yourself of my lesson. 老爹过来，我还打到别人的路了。If you had become my one and true disciple, you might have been worthy of seeing inside the box. 您认识了老爹？什么字幕啊？突然没有字幕。哎，老爹，老爹回来。So he knows exactly. Yet even more.哦，原来是这样。好，医疗专家二哎，十二星的医疗专家二，急救包能够有领回更多的生命值。耶、yeah, ，把一换掉，把，把哪个换掉？假凤求生，描述。Go go， 我 go 上。我把你从很小的年纪拉来扯来的，我说错了，别在意我，用什么原因在青铜心里面，然后到后来又会遇到人。所以这个呢？所以我大老远来这边是干嘛？啊 ？Go go go， 离开欢乐城吧。这里是啊，这个要怎么过去？啊，这个不给我吗？这个冥想盒不给我，你只给我一个东西哦，你吝啬。哎、啊，你去哪里了？哎、欸，人呢？人，你在这边，你干嘛？哎、欸，你好，
嗨，你好，讨打吧你，啊？还蛮像个人。你的眼睛好大哦。好吧，走吧，老爹，可以闪了你，可以离开有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了。好吧，所以这个地方我过不去，不知道那边怎么过去。那闪了再先闪了再说。闪人 ，Let me go。可以闪人了，耶！离开这个鸟地方。老爹，你真的好吵。噔噔噔噔。按那边的，我跟你换钱，你跟我讲句话而已。只要你跟我讲句话，按那边的，按那边。好了，闪人了，好，爹上车，我再进来一点，不然被卡到。为什么呢？这我下去哪里啊？重点是我下去哪里？我要去哪里不知道。终于完成他的解作了，连科恩允许你离开欢乐城堡了。乘坐巡洋舰到赫菲斯托斯去。是面对雷恩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可以准备破台了吗？赫特是不是没有赫特是不是？没有啊。啊，我坐错地方了，靠北，走开了，老弟走开，老弟走开，老弟往前走，老弟，移开你的大屁股，你这大口袋，到啦。哦，你压起来，然后画面躲在，要被，所以我走错地方了，我要走另一边。老弟来，快，老弟来，干嘛在？在恐怖的地方，夜夜闪人，走吧，老弟，我要去什么喝什么的，进来一点，进来，老弟，别进来呀、啊。随便啦，不管你了。现在时间是5:04。雷恩对土司行为进行了大清洗。以房丁为首的走私者被尽数猖獗。这是什么时候的新闻？91258。是9月12到58年嘛。好吧，厄贝斯的资产保存中。哇，我们到了新的地方欸。我们看一下地图，一定很大。你看，果然又臭又大又长。哦，这怎样？天哪！又有的解了啊！终于又有的解了。这剧情真的够他妈惨的，而且还出，他好像才出了第四代。我第一代就录成这样子，第二代跟第三代、第四代怎么录啊？真是哦。好吧，我们小心一点啊！我老爹没有跟过来。小心点，雷恩正在忙活着。我们最好想想办法。It's time to either run the table or go home empty. 雷恩手里也装了这个基因钥匙，我们要把钥匙从他手里拿回来，然后离开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失败了，好吧，你和我就不会存在。是我只有我不会存在。我想你愿意到雷恩的办公室，然后干掉那个狗娘养的。是时候结束一切。你杀了他，然后会怎样吗？不会怎样嘛，他那边医生都回不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他的办公室。你以为有那么简单吗？所以这边地图是假的，对啊，一定是在这边的时候被拦下来，然后被迫到这边来，一定都是这样，每次都是这样子，这剧情就越拉越长。你讲完废话了没啊？我看到科恩的名字，如果你了解他，你就知道他怎么热爱他的工作，却又难，又进退难什么，进退维艰。但是有人告诉他所有的一切，什么、啊、哥？一点东西。超爽！不，为什么？一个人的意志，整个人的救赎。One man's vision, the man the surviving。加你吧，九成英文不好。好了，那九成这次游戏录制要先这边先结束了。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可以按左下的订阅及喜欢。那九成的话就先这边先收台啦，谢谢各位的观赏喽。那就先拜拜啦，拜拜。